去探班，带你去探班，嗨起来更青春，耶、yeah! ！大家好，我是胡哥，今天我是带你去探班，探班的代班主持。导演，您帮我们夸夸胡哥。好好。继续评评他。我靠！胡哥拍戏的时候有什么那种小习惯之类的吗？您觉得谁的帮最好打？可能的。你知道他的就是一般的裤衩。Banks provide financial products。这位他在我们的剧组有双重的身份。古月与我同在，胡歌无可取代。牙逼。有谁？我在片场就是经常看着他们两个打情骂俏。片场进店吃点零食。把我俩亲密的合照发给成龙，就会发很多照片给我看。胡歌就把手机抢走了。我只是他们的道具而已。我姐姐就说大爸爸，他就把他嘴里整口水全部喷在我脸上，包括他们出轨啊小三儿啊。我跟我戏里的太太有一种比较亲密的动作，就是我们两个人胡歌无可取代，古月与你同在，天爷不收礼，壁咚也可以，壁咚吧，我看到爸爸。大家好，我是胡歌，我是演员兼任资，我是成龙，是万茜，是徐哥，是张灵芝。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歌。我在里面演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励志的青年。然后我在中间是演一个比较资深的猎头。她是一个比较独立自主，然后外冷内热的一个女孩。大家好，我是胡歌，今天我是带你去探班，探班的代班主持。我叫胡歌，我衷心的希望能与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成为知心朋友。今天我是主人，我带大家去参观一下我办公的地方，同时也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拍摄的场地，同时也带大家去探秘剧组幕后的花絮，请跟随我的步伐探班。噔噔噔噔噔，在我的左手边，这位是我们的女一号，她在戏中的名字叫罗美人，其实叫罗伊人，但是她要求我们叫她罗美人。等一下，我们不仅有美女，我们还有帅哥，是我在戏里面最重要的伴侣林半先生。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要介绍给大家主演在现场有哪一些习惯，正好习惯都在他们的手上。他的习惯呢，就是经常要卡一个发卡，保持他美丽的发型。他的习惯呢，就是拿一个零食，不要这样嘛。我们还是让他们自己来介绍一下，谁先说？林半先说吧。你在片场你是什么习惯？我在片场就喜欢依偎在退休东的身上，想进店吃点零食。采访到此结束，下面我们着重采访一下罗伊人小姐，请问你在片场有些什么样的习惯？我在片场就是经常看着他们两个打情骂俏。好了，采访到此结束，这个采访做不下去了。你快回来。好吧，我在现场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就是逃跑。每当他要依偎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要逃跑；每当他想要看我们两个人有点什么情况的时候，我就要逃跑。可能就是你啊，对，
其实呢，作为代班主持，我觉得我的工作今天完成的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被采访的对象实在是不太配合。你主持啊？我今天是代班，我今天是代班主持，代班主持，代班主持，好吧？我说呀。请问你在现场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惯啊？我在现场就喜欢看剧本啊，然后。是的，这个我作证。好，请问罗伊人小姐，你在现场有些什么样的习惯？我是代班主持哦。不是给我面子，不要出来。我们要配合一下。对，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更让我完善我的角色。每天跟我讲戏。我现在有一丝的顾虑啊，就是因为他们两个知道了我是代班主持，然后呢就说了一些非常积极的、正面的、正能量的啊事情，这个会不会让人觉得缺乏真实性？没有，我们这种氛围就是这样，我们这种氛围就是这样，对吗？对吗？好的，今天的探班到此结束，预知详情请看下回分解。那下回分解，没想到下回这么快就到了。这一次重点是采访我们的导演，请跟我来，携带伞。这个地方啊，是我们的司令部。每一次靠近这个地方呢，我都会很紧张。对不起，打扰了。我今天是他们的代班主持，想了解一下您在工作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惯。这样，我们的导演非常辛苦，上火，一个是压力比较大，一个是休息不足，对，还有一个是演员比较操心。演员不操心，最不操心的演员啊，猎场就是职场，职场呢有一个行业叫猎头，猎头在职场就叫猎场。导演，您帮我们夸夸胡歌吧。现在夸胡歌呀，属于多余的。现在你要想报新闻，让我批评。好，我还真不能说啊。你批评吧。不能说。很多问题咱不能说。有一个问题我告诉你，不能拍公共场，围观太多，这就是大问题。这是大问题，那是问题之一吧？这是，严严重影响生产。还有二三四，我就不说了。小习惯或者是？不要看，我不告诉你。您就帮我们说一个吧。说一个，他小习惯，他词儿记特准。谢谢导演，我又不想走了，全是夸我的。好，打扰了导演。灯光在一部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演员拍的漂不漂亮，这个全靠我们的灯光师说了算。主要是我们演员长得漂亮，就不用打灯一样漂亮。哎呀，我又说不下去了。您觉得谁的光最好打？都挺好的。最主要是，这是不可能的。胡老师的光主要是不可能的。胡老师不用打光一样漂亮。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这位他在我们的剧组有双重的身份，他是我的同事，还有重身份非常重要。你看，王飞的，就把眼睛闭上吧。千万不要，我不想闭上眼睛。看到我跟他的一些小咖秀的合作，然后网上也有误传说他是我的助理，其实并不是。我是经纪人。其实我是个干活的。谁不是干活的啊？我在现场的习惯就是让大家习惯我的大方脸。然后我每天的任务就是要带着大家在现场喊一下古月与我同在，胡歌无可取代，压低。行了吗？受不了了，我紧张。好了，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今天的主题，在拍摄现场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惯？习惯，我觉得就是会发现拍戏的时候乌泱乌泱的全是人，我觉得都很痛苦的一件事儿，因为全是看他的。不是，说的是你的习惯，是你个人的习惯，你跑题了。我现在是代班主持，我就是负责提问的，是负责提问的，提问的。我什么都说了，可以什么都说，我就是负责提问的。我来就几乎是跟胡歌的戏啊，挺紧张，特别紧张。就没想到他主动的跟你聊天啊，这件事儿让我觉得挺感动的。我觉得导演没选错人。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我们又跑题了。我跟你主动说话是因为我也很紧张，我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但是听到了今天你的鼓励，我争取以后不紧张了。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探班能够了解到一些当然我觉得可能并没有了解到一些剧组的幕后的不为人知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的猎场。
对，兼任资。陈王吧。王凯，说王欧。王凯吧。哎呀，这个选择好难啊！我可以双选吗？那下一组就直接出局了，是吗？好，那我听一听后面一组还有谁。好呀 ，CEO 太辛苦了，嗯，不要让他们去干这么辛苦的活。然后再进入复试阶段，也是成龙对王凯，靳东跟刘奕君。这四个人里就选成龙了。关系比较久嘛？你觉得他俩这段时间哪个？前台，颜值高嘛？对，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就是好像在哪听过。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非常的尴尬。知道播出会这样笑。想象力也比我们丰富100倍。我当然是，但是听我太太的，还得听我儿子的，嗯，所以老几你自己去拍一下。我是个非常有心机的人，非常有心机的人，非常有心机的人。我们家一定是他做主的，听我太太的。我呢，去执行他所给我的指令。我是他的下属，他是我们家排名第一。他经常会把我俩亲密的合照发给成龙，经常他们现场一拍的时候就会发很多照片给我看。那是成龙逼我这么做的。后来慢慢的我发现，其实这是他们夫妻俩一种打情骂俏的一种方式。他心目中的女神是朱茵姐，所以他们每次现场都会发故意来气我。但是我也有男神啊，我只是他们的道具而已。然后我就贴了胡歌的照片。那我也不会表现出来。因为成龙一秒钟见不到他儿子，他都快要崩溃的那种啊！视频在现场，他视频卡丁，然后我儿子就是爸爸爸爸，胡歌就把手机抢走了，然后我哎九九九九，然后我九九就说了一个字，然后让他们都疯掉了。我九九就说大爸爸，然后成龙就把手机抢过来，什么情况？说还用聊吗？这个童言无忌你不知道吗？胡歌，他，我觉得他非常敬业的演员。有一段时间，我跟胡歌还是情敌，集各种优点于一身，挺男人的，挺爷们儿的，很成熟。现在对开心果啊，逗逼、幽默、帅气，对，等等等等。猎头他就，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挖掘人才的人，经纪人啊，经纪人也不算，星探也不算，就是可以跟个很多高端的人士打交道。他去猎的目标和对象，大部分都是金融行业的，是为高优秀的企业去寻觅很优秀的人。我在里面演的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一个女孩，非常非常励志的青年，有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就会一针见血的那种资深的猎头。这个人物身上会有很多闪光点。我有场戏，我跟我戏里的太太有那种比较亲密的动作，也没有很亲密啊，我们是有一个隔空接吻的动作。然后里面呢有一个情感线非常丰富，他的人生跌宕起伏，我跟郑秋冬，我们两个人有爱情，有亲情，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包括他们出轨啊，小三儿啊，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又站了起来。可能是你生活当中正在经历的一个角色，这个是我们这个剧本非常高明的地方。其实我对于像警察呀、卧底呀，或者那个医生啊这样的职业都挺感兴趣的，圆自己的一些梦。那我对医生这个行业我是怀有敬意的啊，然后对于警察这个职业呢，从小就有一种向往啊，小时候想过要做警察，尤其是像卧底这样的。喜欢体贴、温柔、有责任感、幽默。
天赏析是这样的，我们一块开会，女孩在前面去在公司讲解，然后我发现胡歌对她已经那种眼神，那种眼神也不太对了，所以我就去逗她。原剧本是我喝完水以后，我就故意逗她，然后把水从嘴边流下来，跟她说：“哎呀，怎么最近老是看着人就垂涎三尺”之类的话。然后到真的演的时候呢，然后胡歌也喝了一口水，然后我刚流下来，他就把他嘴里整口水全部喷在我脸上，喷得满脸都是。好，我是古月的苏雅，我来自浙江的杭州。好，我是包子，我来自南京。我是古月的雪莉，来自上海。Hello， 老胡，我是古月的笨笨，我来自江苏。就是这次是我们猎场来探班，希望你在拍戏辛苦的同时，也能注意身体。希望你未来的日子能够永远遵循于自己的内心，有好的影视作品能够在呈现的大荧幕介绍给更多的人来欣赏。你在猎场的表现一定是很棒的，祝你一生平顺。停一停，不收礼。这是古月最近十一岁的生日礼物。什么呀？求你留下自己我。谢谢你。吃的吃饼干，我不吃了，这怎么吃得下口呢？又要我自己吃自己。哎，辛苦你们，考到条件非常差。你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这话说的。Financial products such as treasuries, the importance of wealth management.
他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有的时候他会把裤子提得很高，有的时候会把裤子提得很低，就所以这个裤长，我们基本上裤长，他的裤长还算是比较长，腿是比较长。今天啊，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